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，全军出击。 25秒掉下去呢！等一下，我一定要忍住啊，兄弟们，一定要忍住，不要去捅那个白起了，好吧？什么战士之类的都不要捅，哎，雅典娜真捅不动，每次小优的时候去捅两波。 捅2波肉，直接自己把自己捅炸了。我麻了，抓住这个小偷。 痛痛痛！打不起来就算了。开始撤退。算了，打不动。 还是主要帮下路吧，上路那个白起我就不抓了，抓不动了。哎，别叫啊，龙！ 一波金色闪光，哎，把那捅翻了，中路还推了，完美。请求集合，等等我，马上到。宫本降温了后，好像就不是那么猛了呀。 哎呦，没顶到他呀！顶到他就无了，这个中塔差不多了，我们去拿红了，把自己家 buff 收一下。其实下路还有波兵，他们不应该动的，中路已经推掉了。去把那个暗影战斧给做了，上路就不要打，一定要忍住。 经常就玩着玩着去捅肉，把自己捅麻了。嗯，看中，注意捅兵位移，然后捅人。
铜野怪回天许，这一波依旧是可以选择推塔，然后去拿蓝，那个宫本太乱了。可以给他，我身上有。这中塔差不多了，看这个红能不能搞啊？红已经被拿了，这波强行冲，看一下，我们最好是有兵线，利用兵线来做一个位移啊。这两人太肉了。哎，这最后一下，哎呦，顶歪了。他大我们用大招挡就行了。感觉这个宫本打我好像没有那么简单，是吧？让他推吧，这边稍微救一下，接一下，稍微接一下。哎呦，这没办法了，好吧，太猛了。也还行，是吧？骚扰，追他。上路宫本肯定打不过吕布的，这宫本装备特别差，他锤不过吕布。横劈，骚扰，看不到吧？什么？你敢打他？横劈，重跳，我也跳，重顶，大招惩戒一下，拉开走位，漂亮。这样的话不走了，我们强行把上路塔给推了。这里注意存的这一枪啊，存的这一枪，你要利用存枪捅过去，然后进行一个位移连招。我的蓝 buff 呢？不行啊，我们要去拿蓝，没蓝的话，我们连招不会那么丝滑。差不多你捅出去一瞬间你一定要有感觉，枪一抬的时候下个二技能就该按了，能懂我意思吗？就是枪抬手的那一瞬间 A 出去下个二技能就要按了，你这样才能达到那个那种超级连招的感觉。就捅出去的一瞬间啊，捅出去一瞬间按二技能，懂吧？按就完事了，是吧？存这一枪，注意啊！存这一枪一般都是是吧？捅枪是吧？这样位移到这边来，看到没？就你捅这个塔的一瞬间，然后再一个二技能就可以打到后面的人了，是吧？捅这个塔的一瞬间，丢下个二技能，是吧？捅这个基地的一瞬间，丢下个二技能。他是不是转了？好，捅这个兵的一瞬间，二一捅，看到没？你就要多用这种小技巧来做一个超远距离位移，是吧？二技能一技能，是吧？捅大招扛伤害拉开，是吧？捅这个的一瞬间丢下个二技能。就你枪一抬的时候就是已经指令就已经出去了，那个二技能出去了，你下个二技能就开始按了，他要一点手速，好吧？谢谢小阿信，谢谢。战斗的最后一